老公，吃饭吧。宝贝，你这等等我回家我做呀，你怎么还给饭都做完了呢？没事儿，老公，你尝尝我做的饭。我今天还洗衣服了，还收拾完这个房子了，还有洗了碗什么的。干啥呀？我娶你是干啥的呀？你把这些活都干了，你让我干啥？那别的东北老爷们他不笑话我吗？你都给干了。我告诉你，下回给我留点啊。再干我就急眼了，听见没？老公，你要是穿这些，你就别跟我一起出门了。咋的了？谁没事穿这鞋啊？多丢脸呐！你离我远点儿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你离我远点儿，你在我后面行吗？那我不去了，你自己吃饭去吧。我不陪你去了。走，那怎么事？那我穿这鞋行不？一会儿把停车交了。我穿这鞋行不行？你就告诉我行不行？这次最后一次可以，走，我也喝点。小样儿，我治不了你了。但是你却在我后面走。Dobry Sofia。啥意思，老公？咱俩，我今天给你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。啥任务啊？一会儿咱俩进去，然后你全程用俄语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买到我们要吃的东西。хорошо, поехали, 我肯定会完成。давай, 走。你好，喜欢您来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дайте мне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два мороженое и один напиток, можно? 抱歉，我不太明白。мне нужно мороженое, вот такое, такое, вот такое, а потом пили-пала, вкусное. да, вот, это оно, еще нужно, их надо два.OK， 这小哥太聪明了，一下就理解啥意思。одну воду。да， о， ура！ это то что надо。ура！ 哈宝贝，今天任务完成的不错啊，来，咱俩一起装个杯。下次不着急，我要把这个跳跳糖放里面。跳跳糖，哦、还跳跳糖？跳跳糖。对。1, 2, 3, 哇！任务完成了。麦当劳推出口感奇妙的脑洞新品——缤纷跳跳糖麦旋风和五色麦旋酷，超值优惠！大家快去麦当劳打卡品尝吧。这个跳跳糖放在这个冰淇淋里，口感特别奇妙。什么？我吃不惯呢。行，那我马上也尝尝。你刚刚我一会儿把它打成什么样的爆料是吧？哎，起床了吗，老公？啊，起来。给你做一杯咖啡吧，行吗？行，谢谢宝贝。老公，你看网上说我们俄罗斯女孩多吓人，你看我多么温柔。嗯，是。给你做了一杯咖啡喝。谢谢宝贝。好香啊！哇，这什么咖啡啊？这么好喝？哎，老公，你来微信了，我帮你看一眼。新哥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你下来坐会儿啊。哎，宝贝，宝贝，他就是我一个好朋友，宝贝，别生气。你后边去，你刚刚我一会儿把他打成什么样子？宝贝，宝贝，走啊！你给我来一个俄罗斯的弹舌呗。长一点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哎。乌拉！乌拉！夫妻中文小课堂，我一起读啊。干嘛？你找我神莫是情，连起来一起说。干啥呀？来，宝贝，我就问你，这桂林的山水 OK 不 OK？ 太 OK 了，你看我的心情你就知道了。哈拉少不哈拉少？我请客的是我，这里太美了，辛苦了，大哥。